良民骑士在斑马线上缓缓斗退路，原来是为了这一位坐在地上的男子。只见他两手撑地，用一只脚往前撑，缓缓前进。骑士也跟着他的速度帮忙挡住其他的汽机车，确保他不会被追撞。这画面被等红灯的驾驶拍下来，发上网说很暖心。刚才那边看起来人拢会那个，啊，他会分两段过来，他不会一次过来。这个义工安呢，不大方便来跟怎样会不知道。啊，只是他这样过马路，讲真的蛮危险的，太小太矮，他在地上爬行。原来凤山区中山东路附近居民都知道这一号人物，这名男子基本上都是周六出门买日用品，邻居看到他就会停下来帮忙挡车，只是这样坐在地上过马路，实在太危险。啊，经常本分局三位接获相关协助之报案，啊，警方提醒民众啊，行车欲斑马线时。 啊，因礼让行人，减速慢行。机车骑士，啊，以脚啊倒车之行为，啊，仍需注意其他车辆与行人。身障人士行动不便，坐在地上过马路，多了热心的左右护法帮忙阻挡转弯车。不少网友看了称赞，这是台湾最美风景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黄智忠、黄智忠高雄报道。